干嘛？干你娘嘞！干你娘还拜拜哦，还拜拜哦！啊！闹人，闹狼，你闹狼，快点输赢来！这波一定让他死，这波一定让他死，你他妈在皮！哪里来的一人多？啊，你死了！拿，对对。下午好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看一下神圣一阶子午，阴海煞全能，被击中产生保护罩，持续十秒。传奇怨气，攻击命中一定几率减少目标防御与所有属性抗击，牛逼！好了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一样来抽个一条龙。不过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今天不补卡，不拼金了，我们要拼金变超越。超越怎么抽呢？它需要塞四张纸片，四张纸片塞下去，几率就是100%。我们不赌博啊，稳稳的把它塞满100%。然后现在哦，已经重复三纸了，所以我们在今天再嘎一纸片出来，就牛逼了啊！我们顺便看一下这次改版介绍，这礼拜刚好更新一支新的金变，参考一下。7月13号，哈勒纳迷宫维多伺服器群组的角色会在同一处，有一个新迷宫啊，等下继续往上看。有复活次数限制哦，啊，死光就不能去了。那这里不能太皮哎，1天5次，击倒贝欧纳遗迹首领可以获得复活种子，复活种子可以免费帮你复活一次。新增血盟火药度系统，血盟火药度依据血盟战斗和经济活动，交易所成功的时候也可以上升啊！我操，你去消费也可以刷哎、欸！真小，血盟活跃度提供血盟辅助魔法，哇，血盟活跃度就是你课长很多，一直拉或一直杀人打架买趴，就可以得到经验值红利15%。新增神话职业艾尔纳，定期为目前基准，重复获得现有神话拉乌尔，或是获得拉乌尔并同时拥有20个以上的。哦，可以获得变更券哦，所以不用转吗？他直接免费送你吗？这么佛吗？阿特，你订阅贴图太少，难怪没人想订。有人订阅是为了贴图的吗？我贴图确实不多，啊，但是要贴图干嘛？有人在刷贴图吗？是我跟天海有关贴图？我觉得你这个意见不错，我交代小叶去想啊。你们有什么贴图的想法，也可以直接跟小叶说。要出什么？还是出什么加酒？还是画个加酒贴图？还是充点？天海有什么？抽起来，但是这贴图这么小哎、欸，抽起来写上得去吗？两个字可能就极限了。开抽，你看 N L 的贴图就很成功。哎呦，那个图是真的厉害，他有一个肥肥脸，不知道怎么画的，画的好可爱、啊。等一下只抽送子哦。哎，来来来，都市传说未解的谜，只要。中红一定是中间，一定会出在中间。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旁边出红了，代表中间一定已经中了。来，都市传说，拉拉看。好，没中，正常。就假设你有三个金刀，或你有六把金刀啊，只要有红，一定摆在正中间。小许看完赞不绝口，怎么的 ？NYKD 五四，那个帮我把安安崩掉300秒。好可怜，2022年了还在推 NYKD 五四，那个我2015年就看过了。又来了，又有一次解开都市传说的机会。起，你娘嘞，自信全开。哇、哦，爆屌啊！这什么东西？进回加一，命中加一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是稀有蓝、啊，你娘嘞，这么离谱，只抽不到稀有蓝。哎、欸，这是变身真的超级满、啊，这是变身超满啊！红卡差5张，蓝卡差2张，本来差3张，刚又补1张了，紫卡还差2张，这只卡池无敌了吧？无敌了吧？敢胚胎的主人哦，婴儿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在臭？这个游戏是在臭吗？哇，好臭！感觉今天需要找个人来垫一垫。太扯了，掏这么多包都没有红，肯定是场子不干净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刚那个高几率是敌人。甜心 baby， 甜心 baby， 超级滚键盘。哎呦，反击呢！哇，秋秋 ，BBQ 啦，可以。进，呜啦！兄弟们。破除迷思的机会来了！都市传说旁边有红，中间必中。没事，还有一次机会。讲话，血迹有用吧？这不是随便说说呀！赶紧讲，不会三蓝吧？没这么狠吧？
哎，干不完了啦，干不完了啦，还要再杀两个，自己杀两个讨厌啊，不是啊，三金刀应该是改运了，至少金刀有出来啊，刚刚他妈前几包都没完，刚抽了十包只有两把金刀吧，啊哭啊没了，哎，今天是真的黑 ，#不忍了，蓝多一点，这是要逼我报复社会吗？换歌就五蓝，抱歉了耳膜，抱歉了各位的耳膜。六蓝哎，抱歉了各位的耳膜，忍一下，你们忍一下，忍一下，很快，我们就拉一张，拉一张起来，期望值到点 ，OK， 来教你们合卡怎么合，期望值到点了，全开。几中奖？五红嘞，五红嘞！你妈的操！上攻啦，兄弟们，上攻啦！我操你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抽不出来，全部用合的。会抽不是师傅啊，会合才是啊，兄弟们。没石头哎，裸子上啊，裸子上啊。狙狙兄弟们，金变超越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扎纳克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每个礼拜都有纸，有没有人需要代盒？聊天室有人 OM 账号需要代盒的吗？合一次收你500，干你娘，每个礼拜都有纸，每个礼拜都有纸哎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抱歉了，我好像把这游戏玩得太简单了，不是，你们再忍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超越几率100%。我们就不赌博了，一张25%，直接发光了。兄弟们，需要来点音乐吗？我们把死人歌叫出来啊！很久没有播了，今天很难得，100%金变超越，主属性全部加4，攻速、施法速度加10%。金变已经是封顶的职业变身了，但我们封顶之后还要再超越。#超越 ，Let's go！要 hold 哎、欸，要压住是不是？要压住吗？哎、欸，不能转哎、欸，不能转、欸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呜、超越成功，好像不是很刺激、欸。我是应该25%、25%分44盒。我是应该分44盒，这样好像变得没那么刺激、欸。看一下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变白色了、欸！欸，超越完变白色了，被戏了哎，变白色了，好烧、哦！来，我们去民工玩一下，去南部看看，哪里好练啊？这有红区吗？哦，它就是跟那个古代之岛一样啊，它同一张图，只是传点不一样。这个，我们来秀一下操作，兄弟们，跳个舞，带把刀隐形，金变崛起。送这个工地主任去上班，上班喽，工地主任 ，kill！ 哇，这是什么？我操，感觉这里非常适合点装哎、欸，这里很适合冲装哎、欸，我相信这个悬崖在不久之后会被命名为退坑之崖，退坑绝情谷就是这里。一堆人在那边点装，点爆了就跳下去，那点爆就跳下去，接烂结束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打一，这里有一个悬崖可以跳 ，NC 真的棒，专门为喜欢点装冲装的朋友们设计了这个悬崖。爸爸发飙了，哎、欸，爸爸，这样就这样，就这样这样，你。不是，哇，看这是鬼是不是啊？我在村庄抽卡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练功啦，爸爸，走掉，爸爸，你练功啊！儿子在村庄抽卡，好不好？儿子在村庄抽娃娃，爸爸，你练你的，儿子不打扰你，好不好？儿子不打扰你。让水罐喝吗？可以再继续皮一下。这个爸爸强虽然强，但是他的灵活肯定是比不上年轻力盛的儿子。花花公子，你有3秒可以飞，2秒，好，你死了。
你死了，我说的，你死了。我现在很怕哎、欸，感觉像被人家跟踪哎、欸。不是我怕被爸爸接死啊。我刚刚直接按回旋。好的啦，小玉西瓜，你什么卡、啊？你什么卡、啊？你不要飞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飞，你都卖龟，哎，你都卖龟，哎，你都卖龟，就不要飞哦，你就不要飞。因为你的调皮，我决定惩罚你的盟友。抽个卡，一直找我麻烦。小玉扮爸爸啊！小玉西瓜在那边给我扮走跳，骗我两张回卷。盟友要倒大霉喽！朋友倒大霉喽！皮哟、啊！我们不跟火人玩啊，没有意思，你就继续比啊，我就一直杀你朋友。哎呀，莫你是在靠背，哎，莫你是在靠背，安安，莫你是在靠背，安安。第二套，皮哟！你盟友快要从悬崖跳下去了。还在皮，建议你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小玉西瓜不要再找我麻烦了，让我好好的把卡抽完、哦、我就想看你在皮在皮上讲干，来啊、哦，小玉西瓜的朋友，你们今天会死都是因为小玉一直北蓝让我练功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啊，抱歉了，落地就一个，皮哟、哦，好的啦，好的啦。好的好的 ，M 皇降临，好的，好了啊，好了，下课了下课了啊，金变觉醒，干嘛？干你娘嘞！干你娘还拜拜哦，还拜拜哦！啊！闹人闹狼，你闹狼，快点输赢，来来，我立场扣着，再打十秒再叫，小玉西瓜要死了，我说的，这波一定让他死，这波一定让他死，你他妈在皮。哪里来的低能狗？哎、啊，你死了！拿，带带，干！这叫爸爸！这个怎么了？干你娘被揍了，爸爸吗？我觉得我打得赢，我有兄弟。哎呀，输赢啊！不行，叫我！哇操！哎、欸，金武真的有点猛哎、欸，顶不住了。阿全，蓝多一点，又要逼我报复社会吗？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蓝多一点。啊，你给我长这样，干！蓝多一点啊！干，连两条绿的是怎样、啊？抱歉了，恶魔，我们就拉一红，拉一红，然后全开。全开！哇哦！这能是几率吗，兄弟们？你妈的和红几率50%，有中跟没中是不是？这游戏是把我当成统计白痴哦！干！滚犊子啦！零，看来只是蒙一场。我想说四红上一指，然后直接金娃。我们重复一次，在这等啊！我要回教堂啊，跟小许抱在一起哇。